意大利研究人员近日研发了一款人形机器人，它能够像人类一样使用自己的四肢从事工作完成任务。这款人形机器人身高1.83米，体重118公斤，它能够像人一样使用自己的四肢，拿木块、握方向盘都不成问题。研究人员希望将来这款人形机器人能够承担拆弹、救火等高危工作。目前呢，这款机器人还需要有人进行远程操控。研究人员表示，未来将会加强它对周围环境的辨识和认知能力，确保它可以自己独立完成任务。